休蛋休蛋，彭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彭香小姐你好，不是这样子，小哥好，哎呀，有点怪怪的。两位在这个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欢乐那个分量啊，哎呦，真的不敢像平常这样称呼了，哎呦，实在是这个功不可没。哎呦，在这个苦闷的都会生活里，大家手上的遥控器大概是哇哇一耶，没有，看了那个哇亲切的，连我都是平常的这个忠实观众。以我们小哥这种，对不对？这种巨星那那你看你赢到除了在看黄金夜总会，你应该就不赢哎呢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赢到离阮到无远啦，是一条行啊。嘿啊，暗时啊，我来为中华东路行过，为你懂我，哎，情不自禁，不由自主，我楼上看一下，哎呦，我一人拍贴啊，那敢不是你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我。还得文雅拿起了本子就无聊哎，那真正就无聊。看来往的一些过往的路人的红绿灯啊，冲上了。他的脖子上面逮几趟我走啊，还好等到晚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下黄金夜总会，哎呦真的这就是一个调剂嘛，一天公里无聊该三听多三听多看到我们给各位敢报警察，哎真是我丢球丢不球趴起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喂，请问敦南派出所吗？下面有一对情侣拉拉扯扯的，哦，现在到骑楼底下了，快快左转左转，我看到你们车来了，但是他们要躲起来了，快快快，再往前走一点，那警察一直这样，下面哪里哦，直接遥控啊，你看。哦，所以你对社会算真有贡献哦。哦，阿你好。听啊，哎呀，就是有的时候还可以帮人家解围一下。哎，犯罪率减少发生。哎，咱讲咱讲，伊是无聊，其实伊是有自闭症。自闭症，对不对？你是听讲你有自闭症哦。哦。你每天爱出门哈。那倒还好，外号张自卫。因为自闭啊。阿那是刚好算自闭。我听讲，伊看电视。静态一点。我听说他看电视。无要开，无要开声音啊！对，无现在是咧看会多啊。无现在是咧看啥？一个是报告新闻，另外是咧看啥？有的时候看字幕了哈。这个奇怪了，我这个静态中啊，这是我的生活的一种，好像蛮能平衡的。当然眼睛并没有歇着，一直看。啊，有的时候这个，他也是会有时候开声音啊。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社会新闻呐，各方面娱乐新闻呐，娱乐节目都互相会参谋一下，看来看去。所以电视是我一个最大的享受的。问题你没有声音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讲什么？黄金夜总会，你恭喜你啊！台湾这边的批评，因为林有兴的情况拍掉，这边的批评。阿爹啊，那龙卷风，我想阿爹啊，唱到我他差点。哎呦，真给我来看呢！你那阿爹啊，你又在？真的吼，那侯怡君吼，真好唱。哎呦，过跳腿远，都是啊，过跳腿远，替他紧张，这样子怎么嫁得出去？我那牺为了做节目劈腿，牺牲太大了。对吧？咱一世人嘛才一张尔，对吧？什么？真是什么？好了解，了解啊！哎，你搁听有呢？有啊！哎呦，这伊拉巧，我较早听无，我即马听有。我今头一遍来上这部是无？是是。你刚讲的什么龟背？我头一听无。龟背哦，之前来上节目是真的，上你们节目我都发现啊。奇怪，很顺畅的就录完回家，当然都有点后悔。哦，会后悔啊！收视群也是蛮这个 class 往那加管，完了刚没想过那个太狂野了，那我可怜。现在就讲洗大人看了口吐白沫。不啦，你得你得不讲就稍微比较奇怪。就是啊，你哦，那个毒蝎子我还记得。对对对。今天要提供点什么？啊，今天要提供什么笑话啊？真的雅俗共赏的笑话还真不多，不过看得出来电视机前的朋友蛮期待的，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当然，讲一个，是这样的，有个小朋友说：“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呢？”爸爸要去吃人家寿诞啊，过生日，贵生日，吃寿诞的酒。哎，不行啊，今天讲好不能带小朋友去。爸爸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说，哎，怎么办？嘎叽叽呢？好了好了，就带去，不要乱讲话、啊。好，我一定不讲话，就吃就好了，就坐上去。结果吃了，哦，三丁嗨皮鸡鸭鱼肉一直上来。哎，吃了吃了，最后总是要寿桃来的嘛。哎，下面秀哎哈，咔嚓，桌上中间一摆，寿桃热热的冒烟。哎呦，小朋友就乱讲话又来了。爸爸，你看热热的屁股哎。哦，那全桌脸都软了。小孩子讲话怎么这样子？看你爸爸那个尬戏啊呢。他爸就拿过来，哎，把桃子拿过来一剥开，哎呦，里面还有大便呢。哎呦，够豆沙的啦，你是。鬼也多少拢骗鬼，不啊？哎，安尼算不算很单纯的笑话？观众，你话没有笑声、啊，没通鬼啦。我笑声，乐队老师好不笑啊？好了，干脆这样给你们考个脑筋急转弯了。要听我笑话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现场还有一些嘉宾朋友，大家一起。大家吃过双麒麟吧？双麒麟吃过。一挤哦，卷得像麻花一样。哎，有三个女的走上来吃了，挤了一人挤一个，一个是用咬的，一个用舔的，一个用吸的。哎，苏娜。你猜这三个哪一个有先生呢？什么东西、啊？哎，鬼也弄硬气了，还要点人家讲笑话，鬼也跟他搞的。哪一个有什么？哪一个有先生？
哎，我看你也帮不上忙哎，眼睛也有点彷徨了。怎么大家怎么那么笨呢？关键马来友啊，到底像到底是怎么样是吧？笨蛋，就是手拿戒指的那个有先生嘛，手上戴戒指，手上戴戒指的就是有先生的。你歇一下吧，我这话真的。哦，哎，你现在收敛很多哎。哦，收了很多啊，收很多，很清淡这个笑话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那你两个掰卡来，今天喊你几时见面，两个合唱最好。哎呦，这是说真的，我是看了很多这个歌手啊，有时候跟这个江蕙合，不是江，跟江蕙的妹妹合唱，江蕙的妹妹合唱，江淑娜合唱。哦，刚开始就有点觉得寄养，今天来到你们节目，一定要给你选一个歌。我有这个荣幸吗？哎，我来选一个蛮高雅的台语歌曲，高雅一挂，唱起来让人家觉得完全没有压力，很舒服。这样子哦，纯情青春梦一样。哎呦，纯情青春梦，这歌太赞了。这歌好听啊，两位歌声好啊，变。太神奇，我歌完了真长呢，我可能都要稍等一下。我可能我来点点点，好不好？车头，外头就做你走，亲像当初风吹小南方，牵着你自由飞。不是阮轻放，时代已经无同。在台湾就赞美的，哎呦，赞美好瓜唔加灯，哎呦，夜叫加天光，哎呀，电视来就。两位会使听我小赞美一下，哎呦，赞美好歌唔加长，哎呦，夜叫加天光，这好话都不敢挂叫起来。你出道那个时候，是不是都有点进化歌曲的时代？哦，对，进化歌曲啊，就是我送你，嘿，花一朵，情意呀，情意多，你唱会了不？你爱家，一个我心里真快乐，很多。间奏都还记得，那以前的进化歌曲是真的，对，这就是要就是歌词要很跳出情感以外，就唱一些那个啊，这个最好对这个山川大地也有不错的花鸟虫鱼的。寒梅陇上下啊，这个歌是很高级。等一下，小哥来起个 key， 来个 key， 伦巴。寒梅陇上下，春来转绿芽。只一番风信，白
开来了白花芬芳，潺潺的流水，青翠的山岗，织一番风信，带来了菊花姑娘。真是菊花，你这蝴蝶的，想把你的菊花拽下去。不，一起弄，为了民族舞蹈，蝴蝶姑娘当然知道， yeah, yeah. 好好听哦。哎，以前的歌不错，这首歌现在听起来，哎，跟现在时下的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你不容易，哎呦，军歌嘛，好多新歌，这个记忆力真的太好。黄埔军魂、嗯、哦，也有唱过。看看看蓝蓝的青天上，白日放光芒，牺牲个人来换取国家和平和强壮。哎哎，我看了这群的阅兵，对，哎，以前我唱了不少歌呢，被他这样一勾引，我发现以前的歌蛮多的。对不对？你刚刚唱那个什么？什么高、啊、高刚高刚上高刚上，对，那好好听哦。哎，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叫《天涯歌女》啊，《天涯歌女》哇，这是哪行啊？这个《天涯歌女》你男生唱是不是有点怪、啊？这个《天涯歌女》不太好唱哎。对呀、啊，可是女生的歌、啊，这但是没有问题。以前的男歌手少嘛、嗯、所以偶尔我们唱的歌发现，哎，真的在背景里面都是女歌手唱红的。但是好歌传唱的时候，又何必在乎这个呢？你把它唱是原汁原味。对对对，希望各位朋友给我一些批评指教。《天涯歌女》。山呀北望，泪呀泪沾襟，小妹妹想郎直到今，郎呀患难之交。Live Show， 哎呀，这发觉什么歌？哎，我得边耳就顾哎呢，我只要记得挂在那琴，而且韵脚、嗯，那个韵脚很重要，有点那个仰的音有没有？天涯呀，哎，我唱那个你无感，无感觉的无多哎，无多，不是是个人假身崩的，个人注定好哦，安尼吼，因为无多，出去来唱歌。奇哥，你拄好看我刚看到他哦，我在边啊，有一个小道消息就好笑。哎，小哥，你相不相信一件事情？什么事？小哥演过戏。哦，做戏啊，太公你不演过戏啊？但是对了，曾经那个时候，那个你知道，当年那更瘦了，丹凤眼。这个曾经了，但是后来还是不了了之。演过什么戏？我们名制作人周游小姐曾经用过我阿哥
阿哥用过，大胆的采用新人，中式一个新人，真的。但是用了用，最后也是广告商要求把我换掉呢。啊？哦，那天底片花了不少钱呢，因为一拍完第一集要招待这个厂商，大家一有兴趣一看好，广告就进来了。哇，演了半天，最后我的那时候都是大咖死马之晴啊。哦，那时候曾秀珍啊，那些古装的这种扮相也不错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个时候那舞才知道演戏不是这么容易，台步啊这些的啊。尤其穿的古装，后面还掉两根那个有没有？嗯，哦，那哦，别洗不洗的，就光一光，头绝对不能乱摇，转身都要很慢。哎，你有没有照片啊？下面男的给我啊，啪啪啪啪啪这样，其实下面男的给我啊，啪啪晃，完全没有那个官架子。嗯，所以没有周游说啊，会小弟没办法了，以后周姐有戏再栽培你了。哦，我底片聊好多钱。听说你问题不是出在演技，是在台词吗？哦，台词就在那时候背不起来，跟那虾扮相好没有用啊，出不了戏啊。哦，马志勤，我看了被我咔了二十几次，哭到都他都是真正老演员，不用眼药水的，哭到最后已经是哦，其实是说别急别急，不要急嘛，该你念的你就这样顺畅的出来就讲出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一次两次最后也没办法了，已经算很有忍耐力了。你今天哪一句？已经这样没有什么笑容。不要紧张哈，我完了，感觉这边咬住那个筋一样，慢慢来哈，不要怕，你们大家不要吓他，越吓他越糟糕，讲不要紧，再来，就卡了二十几次。啊，大家哭了二十几次。他那二十几那一场戏都是冤枉啊，大人哇，太惨了。马姐，您要是看他，抱歉抱歉。哎，那你日后再碰到他，当年我一看都忘了讲道歉呢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收工了，我就赶快拿了东西就跑掉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对不起这些老演员，哇，把他们给磨得半死。后来听说记者们知道这个消息，还去找中视。哎，听说费玉清现在大家更熟悉他了。以前的戏我们拿来看看，哦，我好紧张哦。你们找到没有？他们说哇，中视说后来淹水泡到水里，哦，我好高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对不起这些老演员，哇，把他们给磨得半死。后来听说记者们知道这个消息，还去找中视。哎，听说费玉清现在大家更熟悉他了。以前的戏我们拿来看看，哦，我好紧张哦。你们找到没有？他们说哇。中视说后来淹水泡到水里，哦，我好高兴，我也我就欢喜，那个找出来真是吓死人，是大胆狂徒一股啊，就是啊，吓死人，也写威武走出来就升堂了嘛，大人的，我的戏份很重啊，金堂木一拍，大胆狂徒这样，到要给那下那当了，大胆狂徒呢，取出了威严的博呢啊。不要紧张，我今晚都不敢。大胆狂徒，我就好呀，想爱放个鸡嘛。大胆狂徒，这真是太惨了，囡仔声对。所以你也是适合唱歌。哎呦，刚才那阵演了不好啊。对啊，你好。哎，唱歌叹口水。说来你们是讲，你们都有演戏的经验，得奖了得奖，你起码是要给他招待呀。不啦，招待阿姨对哈，招待阿姨十三倍啊。啊，接着就乾隆对不对？你们的经验是比我丰富太多。可是我们钱没有赚的你多。对呀。你这唱歌赚钱多，我们拍戏拍得很苦。叹口水啊，到大陆八个多月，赚不到。哪有不是讲没有几个钱呢？哪里哪里，这个钱财富贵对我如浮云。